人类语言，就是喉咙震动、声带震动跟音波产生，跟空气产生共振产生音波，传到各位的耳朵，对不对？在耳膜跟耳石又产生共振，神经的冲动，然后传导进去解决。所以其实没有共振，天地的生机跟光明世纪共振产生的宇宙跟万物啊。所以同样神经传导也是一种共振，大家有时候的迷思，为什么共振跟神经有关？神经的传导的电位也是一种频率嘛，所以说共振一定会影响神经的传导，这是很直接。包括我们人体有心跳、血液循环、呼吸，甚至大脑的意念的脑波也是一种震动。所以科学家这个大卫霍金斯也发现，诚实、同情、仁慈的意念可以增强一个人意念的共振，改善粒子的震动频率，改善心理健康。中间其实就透过自律神经协调它。个人理解是这个样子。那在医学上有没有？我们主流医学有共振用在哪里 ？MRI 是不是核磁共振？它就是用很强的一个电磁波，让水分子的氢原子核跳出来。那你这个组织异常的时候，水分的结构异常，它跳出来的波频就不一样，就组合成变成一个影像。可是有没有在治疗？目前没有。但是我们刚刚跟各位报的失眠，为什么效果这么好？就是利用到这个物理的共振源。我想这是后来for全世界一个首创。所以我们大家聊心脏是身体共振频率，共振我们身心脏蹦蹦蹦，打出来血液会撞到谁？所以这个地方转180度是很没有效用的，因为照从压力学来看，打出来血撞到这个地方，很多动能就消失掉，它改成胃嘣一声打鼓一样，这个就产生胃能，让每个器官呢，有不同的共振频率，跟心脏产生倍数的共振频率，为了确保每一个器官得到充分的血液供应，这是一个共振的一个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讲，每种食物都有它的营养之外，也有独特的一个能量振动频率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所以不同的食物的组合跟比例调配以后，它就具有器官选择性的共振频率。这个共振频率跟某个器官和某个部位相符合的话，你这个食物服用下，这个器官就产生和谐共振，就改变它的血液循环。所以就调节自律神经和谐的共振以后，这个共振是一个波频，当然也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的活性。自律神经活性影响到怎么样？血液循环要恢复，不是增加而已，增加过多也不好，它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，带走了不善代谢产物，带走自由基，带走废物。第二个让什么样器官之间的和谐，第三个让发炎跟消炎之间产生平衡，自然就会达到自然疗愈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这个舒食是一个最和谐的共振。所以已经证明了最新的研究可以长达吃舒食人长达年龄寿9.5年，减少15%的死亡，减少16%男女的癌症，所有的癌症减少34%的女性特有癌症，卵巢癌、子宫癌、子宫内膜癌、乳癌，减少常见的癌症，以及减少32%的手心血管疾病，减少40%的白内障，是纯舒食减少白内障，也是植物的抗氧化剂的一些作用，来减少50%的所谓的代谢症候群。所以我们就回过头，是当大家不要压抑。当然我当初在做的时候，我也是半信半疑。那这一年多的结果，在2012年做的结果是70%-80%，那现在是80%-90%，对失眠有效性。我们就在思考它的原理是在哪里，其实就是这套诊治系统是非常好的一个诊治系统。我们可以分成说，你的体力精神特别虚弱或调旺过旺，先去调它。那一般睡眠困扰分三类：入睡困难或睡眠中的困扰，或整个过程浅眠多梦，当然往往是合并起来。然后你根据每一个系统之下，你去点选它，它就会告诉你说是疲累要有怎么去做啊。那举个例子啊，疲累的，它如果疲累点，它要用什么样的共振食物啊，或者共振食物，他们这积了20年经验，都已经把它就是写成这么好的一个诊治系统，所以我们只要拿来，谁都可以用啊。而且食物有没有副作用？没有副作用。然后可以治本疗愈，可以治本疗愈，它会让我们和谐共振，让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力、治愈自动就提升起来。所以跟各位最后分享，就是说我们人体有一个天然，不要真的我们要相信人体的治愈，这个治愈力不再看不见。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自律神经，它自己有个节律嘛，它自我会维持身体的平衡，自我会去修复，修复不了就自我诊断产生症状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的自然医学，我是在强调，其实我们自然学就是生活医学，医疗不离不开了生活，不是另外就去吃药去开刀而已。
这个医疗就是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三件事情，对吧？吃和谐共振的食物，自然的食物，然后做运动，运动也是一种共振的原因，以及什么正面的心念，啊，心养生。所以这三件事情去做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生活医学，就是所谓自然医学，涵盖所有的自然医学。所以有问题，我们尽量寻求有实证的自然疗法。这是我一年多的经验，好，跟各位大家分享，谢谢。